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早安！这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，听医生讲看卖节目。我是主持人陈永雄医师。听医生讲看卖这个节目是每礼拜日11点到12点播出，欢迎大家收听。欢迎收听啊，听医生讲看卖这个节目啊，我是主持人陈永雄医师哈。咱今仔日继续啊，要来采访詹长全教授了哈。詹教授是台大公共卫生学院啊，做个院长啊，伊也是一个哈佛回来的博士了哈。伊伫台湾做过足侪重要的研究哈。上礼拜伊有甲咱讲到啊，去这个婚姻吼，这个六亲吼相关的这个污染啊，造成对人类健康的这个影响，真重要的一个发现啦吼。啊，咱这礼拜想讲吼，特别要来请伊小夸就伊的专业来分析也好，还是讲吼来甲咱提供一个参考啦吼，就是讲即马这个 COVID-19 吼，咱讲新冠肺炎吼。两三年了呢，到今收还没刷吼，这个疫情，当然，噶啦，小可有要减少，但是嘛，要过一日4-5万的吼，这嘛真伤脑筋呐。头前两年啦，一日讲50个都大家皮皮刷掉噶，咁嘿，起码一日4-5万的讲什么疫情减缓，这逻辑听起来怪怪的了。啊，唔过你都全世界拢开放啊，啊你对人袂掉嘛袂使啊，吼，所以台湾嘛是骑虎难下呢，吼。诶，詹教授，你先就这个新冠肺炎这个疫情吼，你的观察，吼。啊，你感觉讲安尼政府的这个两三年来这个防疫吼，到底有啥物所在咱爱个加强诶？这个新冠肺炎伫这个开始要发生，就是2019年，对不对？年尾，我当初是当我就是做院长嘛，哈。我的学生之一就是陈其迈市长，以前是先，伊在做副院长，行政院副院长。伊有一天就传物件给我，佮打电话甲我拜托，讲伫即个网络的媒体内底，有一挂消息伫传讲中国的武汉，有一挂怪病，啊，有法度知无？了解。啊，我讲好，我来用我所有的国际联系，吼，因为我做公共卫生院长的时阵，吼，有做两件真重要的代志。一件代志就是讲，台湾的台大公共卫生学院变做美国公共卫生学院联合会的一个会员。哦，啊，要做伊的会员，啊，伊关经过10年，去予伊去评估。变国湾的课程啥啥，啊只资对，所以阮今看恁有够迄个水准无？啊，甲阮的课程拢爱符合伊个标准。是，所以这是今嘛亚洲唯一的一间公共卫生的，因为美国公共卫生是足发达的，足发达嘿。啊，你也当可以认定讲恁的水准含阮至少有共一个 level 哈。是。啊！你卡袂好，你做伊啊！所以即卖呐，讲要去申请美国的公共卫生学院，有一个共同申请的软体，内底有100几间校，但 A 到 Z。你也去看到讲UC Berkeley， 你都看 Berkeley B 哈，你找到这间校。你也去看 NTU 的台湾，所以阮是毋是是甲哈佛？耶鲁，然后 Berkeley 这坑一个所在，所以阮当年即嘛拢会收到10几个当美国来学生啦。所以美国学生蛮申请来遮台。当然，我即嘛已经有。你有国际学生啊？拢伫美国，我最近一个学生伫是大学部，是即个普林斯顿大学毕业。真好。来遮读咱即个 Master， 就是咱的硕士。OK。即嘛伫哈佛医学院伫读医生。
所以你看，所以你问讲咱台湾公共卫生，就讲公共卫生的教育，因为阮安尼努力，咱即马唔时间啊，咱学生囡仔去美国读册，即马台湾来来读，啊读了伊个会用等于美国会用读出好一样，这是真好的成就嘛。啊，我伫遐做的时阵，啊，所以伫这个疫情一开始，这个陈其迈问我这个代志，我有做这。国际网络拢去问，所以美国我就去问。第二个就是讲，伫2019年的12月，我邀请英国，就是讲全世界上好的公共防疫，叫做伦敦的热带医学研究所。伦敦热带医学研究所。所长叫做 Peter Piot。哦。来，我这个行业做一个特别演讲。因为我有陈功北教授纪念讲座 ，OK， 啊，我就邀请伊来，所以2019年的12月，20号左右，伊演讲题目讲西班牙流感100年后，我们对下一个大流行准备好了吗？所以你看。啊，迄阵也唔知啊，但是敢那有预感，那有预感啦。哦，啊，结论当然就是讲咱无 ready 嘛，全世界。当然边经过一百年，结果过来哈，啊来，咱有准备好无？啊，结果就是无准备好。哦，都唔知啊。啊，所以我就透过伊去了解欧洲的消息。好啊，透过我有一挂来往的这个中国的学者去看，到底这消息真的假？调查几点钟了后，这拢用网络上的一滴，我都甲陈其迈讲吼，无法度证实。哦，但是吼，我看都爱准都是真的。哎，这是阮的专业判断。你有当时暗看嘛？你无法度证实是假。是。吼，咱即卖讲要证实是真的还是假？讲我无法度甲你证实讲伊是假，无人无半会甲我讲这是假。啊，咱无报，咱的报干那 SARS。所以咱2003年了后，就准备17年的 SARS 的经验，啊，就讲，所以咱才有开始去登机去加量体温，啊，开始的讲限制讲一挂这个毒气，中国的毒气无人机卖来，啊，开始安尼，所以这个边境管制，是第一年，迄个开始这个咱的防疫的。SOP 拢是差不多 SARS， 迄阵咱都无白播，因为迄阵即个病毒是啥，拢也唔知嘛。也唔知啊。所以我讲，迄两件代志，即就是讲，即个伦敦公共学院院长来台湾，伫2019年12月的演讲，啊，甲讲我甲美国遮个公共卫生行业。联络啊，我去做伊个理事啊，吼，那就唯一就美国，唔是美国人去做伊即个行业。啊，所有美国公共卫生行业。大家拢本着学术的良心，拢爱伫无清楚的时阵，爱跳出来讲，用学术来去贡献，讲对疫情要安怎去解决。所以我就开始伫2月开始伫大家公共行业，都每一礼拜有一个疫情说明会。这是全世界所有公共卫生行业拢伫做诶代志。所以我只要逐礼拜拢有伫找阮行业内底一挂同事啊，对疫情去研判，最终即个代志。好啊，啊可好建议？所以对啊，陈永仪先生问我讲啊，我一直有一挂建议，就是差不多迄阵开始就拢有建议，就开始就咧注意啊。因为你一定要看较远，讲即疫情要安怎行啊？迄阵差不多。2、3月的时候，都有详细的 paper 出来，都哈佛大学出来讲，这个疫情会偌久啦？好，啊，因呢模式模拟讲2024，我迄阵都预测四五档啊嘞哦，都要一点爱到2024，所以我迄阵就这两门话，我讲，因讲疫情落当时也刷，我讲2024啊，啊，起码2022嘛哈，可能过今年，可能2024年初。可能有可能过去，所以要讲的讲对疫情的评估，就是讲可能要过年过，过辛苦一年过，好，啊，这款判断真重要，就是讲咱一直感觉急咧讲，即马就是解决啦，还用即马就变较好啊，啊，这拢唔是属实啦，所以
对待等于你呢，用 SARS 的经验呢，啊，甲足济咱 SARS 以后诶改善呢，防疫医师制度的建立啦，这就是迄阵呢，苏益仁教授去做疾管署署长，去促成的。因为以前这个无啥物防疫医师啦，无嘛，以前无，都无嘛，对啊，所以去互立法院讲会当。安尼三十个呢，爱薪水拢袂歹，啊，会当专心去做防疫，在这边有发挥着功能嘛，吼、哦、啊！医院迄阵都迄款负压病房的建制啦，等等，吼、哦，对对，啊，我讲日本时代甲单位机，啊个即个公共卫生护士甲卫生局迄种。平常的做一挂健康促进的这块，拢个低嘞，哎呀，去做医疗，叫法都低。第一年，咱家应该第一年个第一年半，收掉嘞就是靠这啊，足彻底啦。是啊，啊，迄阵 case 也无济，无济，所以拢追踪啊，好接触偌济人，你看倒位出来，大家都爱采访问到。对啊，所以咱看起来真简单，但全世界可能无到十个国家法都安尼做，投入足大的人力啦。所以，迄个临时要建制，无可能。小美国伊就做袂到。对，啊，美国遐大，更加困难。啊，伊嘛无这种基层的公共卫生的啦。所以，这就是讲咱的本来有迄个梦啦，有迄个梦靠。对对，啊，咱当然就是讲咱的健保内底的基层医生真强。对，所以咱。啊，基层医师这个临床医师，啊，临床医师嘛，加在 SARS 来了哈，迄个临床医师的训练，传染病这地拢有坑入去，对，迄阵大家惊着，所以不管你做对一科，诶，传染病拢爱去，至少爱去乱一下，所以迄阵呢，啊，像迄个钻石公主号啦，哈，啊，加迄个咱的军舰啦，行政院拢有。拢有问我意见嘛，吼、哦，啊，就去做一寡调查啦，做一寡这个但是我安尼从旁观察了吼，因为我已经是退休的人，虽然我较早嘛做过局长吼，霎时的时我都有目的嘛。但我这边安尼咧从旁观察是讲，第一年、第二年吼，收得还不错啦，哦，收得还不错。唔过到底尾啊是安怎？迄、那个是唔是讲破口啦吼？啊，是讲这个疫苗注料上慢，啊是安怎吼？哎、欸，即马第三年说总跟他比人较慢爆发，但是你讲日本啦、啊、韩国啦、啊、香港啦、啊、新加坡，迄种比人较早先流行过。啊，因等到即马说无代志啊。啊，咱即马说比人较慢，大家咧烧就对啊，疫情也搁咧烧吼。啊，这是疫苗问题。吼、哦，还是讲各有啥物其他的因素？大家头前因为袂歹，所以是不是小可有种较大意？吼、哦，还是讲这个到底这个转变是安怎出来？是，这世界各国做者学者拢问我哈，啊，我有已经有两篇论文嘛，哈、嗯，第一篇论文伫写第一年台湾模式的成功的原因嘛，啊，我要讲的成功的原因就是我拄仔要讲的，就讲。政府有 SARS 的经验，社会有 SARS 的教训，嗯，所以每一个人的厝吼，警觉性管，拢有口罩。哦，咱台湾人戴口罩，世界第一。哦，啊，所以这些这款代志，比 SARS 都有。外国人唔挂咧，政府叫伊挂，伊个唔挂咧，咱只台湾拢主动诶。所以第一年就是讲，这个 SARS 的教训，大概第二个原因就是讲，学术上我呢，啊个政府。啊，政府嘛有听啊，所以就有这个有，因为学术界看较远嘛，啊，才有法度提前部署嘛。民间和政府合作啦，哦，学术界和行政单位有配合啊。像伊个季节咧，这个口罩国家队安怎来？啊，陈其迈我就问伊啊，伊必须搞个去咨询啊。我讲你去盘点，这口罩有偌济份？霎时的时口罩就是做袂赴啊。对，伊甲我讲偌济，你知？用6000万啦。伊讲老师，伊讲老师安尼有搞，我讲吼，我讲疫情期间哦，伫台湾的人口任何物资吼，基本单位拢亿啊，拢爱几亿几亿。你逐日拢要挂伊面啊？我讲吼，偏乡时你厝肯买迄个翠安吼，买一个吼，你想袂？
也要买十倍啦。对对对。所以需求也变作大啊。即马大家拢嘛看过了大。所以我就甲讲，哎，买一单的人可能买10单、嗯，所以我讲你安尼唔对。嗯。所以我建议讲，阿姨买阿姨就去促成这个国家队。有有。迄个确实做了有成功。而且就是讲学术诶，看较远啊，回忆结啊，无你啊看讲眼睛就是安尼。对啊，你至少你看恁一开始预测都要4-5单。对。啊、你如果说一个政府以前说我准备半年就好了、嗯啊、你就害了、嗯啊、所以这第一年我说这种配合让我们的防、这个、防疫做了不错、嗯啊好嗯、但是那是我们都没有疫苗跟没有药的时候、啊、那时候就、嗯、所以我在2020年的第一年的6月、嗯、我就有建议、哦、我建议说口罩可以国家队快筛跟疫苗要有国际队哦，所以正式上是最重要的决策，就讲你要防，你嘛要防3-4年的这个疫情，你这两个物资，爱国际合作去发展。疫苗，咱不是个有在调的嘛，对不对？哎，进一个音乐，咱继续过来请教詹教授吼，这第二阶段就要紧啦啦，嘿。咱的爱，咱幸福的未来。
欢迎各位回来听医生讲看卖这个节目、我是主持人陈永雄医师哈。咱空中的朋友，今日咱继续采访这个詹长全教授哈，伊是咱台大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，也捌做院长啊，嘛是一个环境污染也好，空气污染的专家啊，对这个流行病哈，还是传染病，也是足有了解。坦度啊报告讲，咱对 SARS 的经验啊，到这个即马新冠肺炎这个疫情吼 ，COVID-19 开始的警觉性，含对国际上得到的这个资讯吼，啊开始和政府一寡建议做了袂歹吼，像讲口罩的准备啦吼，啊这个境外管制吼，这个入境的管制，这所以予咱第一年的疫情无介严重。但是佫刷落。要注疫苗的代志来啊，吼、哦！要筛检，吼、哦！这国外拢已经开始有这个秘，但是台湾基本上咱是靠近咱家己的疫苗是还未成功啦，吼、嗯哦！最近就大家拢有发现讲啊，这高端虽然政府嘛一直扶持啦，吼、哦！啊嘛用足侪办法要甲帮忙，但是毕竟到即嘛这个高端疫苗国际都也无要承认，吼，因为你这个流程无完整啦，吼。啊，不管安怎，你疫苗就是要买，也要拄着困难啦。对。所以张教授拄只来讲，这个疫苗啊，含这个筛检，这是爱国际队啊。对。这不是干那国家队，国家队都做袂出来啦。是。系啊。啊，所以这部分咱的准备，干那都较无甲遐，因为疫苗咱迄阵拢有感觉讲吼，入来了上万，入来了上万，吼。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讲，这就是一个决策。所以你看到的效果，可能一年前拢已经这个因已经种伫遐啦。好、所以第一年的六月，诶，最重要的决策就是讲，国家爱知影，筛检的快筛剂，还是这个疫苗，你无用国际队，你是无法度成功。对啊，因为研发，时间太长，生产，国际认证，国际行销，无一个疫苗，是单一国家做起来。咱即马看到莫德纳、辉瑞，迄拢跨国的啊。对，澳洲、美国的。伊拢做一个所在被生产。像讲伊伫日本、伫韩国、伫印度咧生产呢，对，啊，国际人。嘿，要临床试验，拢要跨很多国家。对。所以迄个就是真遗憾，其实即马无参加到国际队就对。对，因为我有甲，因为迄阵行政院。较食门外就是陈其迈副院长。啊，后来陈其迈就走去。走去，我讲你安尼吼。我讲国家一定是无对口啊，无对口，国家一定会出一挂问题。就是讲，因为你这个指挥系统内底无一个人像伊安尼甲协助，伊拢我拢唔是家己啦吼。我那啥物异地啊，都去招一阵人。我阿妈爱跨部会。跨部会。你若无一个行政，其实我一直嘛感觉讲哦。应该指挥官是要行政一定会做，依法本来就是了。对，依法本来就是了。你这动用经济部，动用什么其他的单位足济嘛，对不？啊，你出入境管理，对，啊，这是内政部的代志，对不？哦，啊，这大行拢爱动用掉，刚才用一个卫福部长哈，是不？实在力有未逮。啊，以前的加在是有陈其迈副院长是，对，因为副院长一当啊，苏院长真信任你啊，所以就去做嘛。啊，个你医生出身呢，对对。哦，啊，那无实在讲哦，这应该是苏金昌爱来做指挥官嘞，嘿，哦，啊，所以这个咱就有拖慢去，有拖慢。我感觉咱疫苗确实入来了上班，所以这个疫苗加快筛剂无国。没用国家队也是国际队这个决策，无好好啊想好的时阵，你就看后尾第一类就是讲疫苗买了未顺嘛，没顺啊开发未顺嘛，嘿，若无讲日本先管好咱哦，
哦，迄个大。无唔对，日本、美国关好乱，啊，甲咱民间去买起1500万。那无，遐都系安尼。嘿，遐那无通住吼。迄阵是真严重。无唔对，哦，所以咱第二年，因会用讲就是讲疫苗资料较慢。嗯，资料较慢。你要提，你差不多上无满3个月以上啦。是。你若我都提早3个月就开始住。嗯。啊，因为你若要提早3个月，我都住。你要去买的管道甲迄个。迄、那个力道拢无同，都系个路渣。嘿，啊，所以我较熟悉是新加坡，所以我就知影我新加坡的朋友，因、个国家用这个用这个淡马锡基金的方式，安怎去甲这个啊辉瑞甲这个莫德纳安怎去打，黑龙爱真高层去做。好、啊，咱以前啊一直单讲，人先删了啊来。甲咱申请，啊，咱家来甲买，即款伫迄个疫情，啊，大家国家到尾拢嘛家己留咧先用啊。是是。啊，美国做遐济，伊家己都先留起来啊咧，哪有可能讲随便互你？啊，伫讲咱有可能有台湾生产疫苗，迄阵来讲，你着会要求着是讲啊，形成国际队，着是讲你啊，像去国外个国家。同齐来发展这个疫苗，安尼就开始成功。啊，那你特别讲，迄变做台湾100%的台湾，你迄是足困难，迄足困难，足困难啦。啊，所以这都造成甲今仔日看到的这款疫苗的纷争嘛。好，好，所以第二年加载，第二年地方的防疫足强的。嗯，所以我嘛感觉，实在讲哦。每一个管治政府拢做变势，拢变，拢做变势。所以咱顶年5月迄波啊，那无各地的卫生局为主啊，管政府、市政府啊，你动员、所有的力量，无可能放假迄个天度。对啦，哦、啊，个只系开入医啦。我感觉哦，这医术工会这边嘛足甜的，足甜的。因为一开始是边境管制有效嘛，但是。不管多一个国家啦，到尾拢会击败，迄绝对会击败。是是是，啊，击败了就是你社区、社区的控制啊。对对啊，咱以前太伫社会的太侪这个亲邻亲邻这种想法，对对，啊，互咱感觉咱足歹接受的，讲有一挂漏接嘛。嗯，好、嗯，啊，这個、问题都要个公登来讲，伫第一年的时阵，以公共卫生的科学病毒的传染病。那传掉一段时间、第一件爱做的代志，都是伫社区内底去做血清抗体调查、因为病毒你要知影到底几百个人来散布偌快，对，病毒几百个咱人的身躯底一定有抗体，一定有抗体，对，好，咱看哪都无法度100%，每一个人去染到的人，拢去互你知影，所以。黑素足多啦，对，啊，所以全你若无做抗体，根本你都唔知嘛。啊，科学本来就安尼做，所以我意思讲，我甲中华啊，对，我有看到讲，恁含中华卫生局本来要做这个大量的这个的，对，啊，这本来就是中华卫生局的叶彦博局长，伊就本来就是阮的学生毕业，啊，伊嘛是该本身嘛是医生嘛，吼，杨明，对，伊真优秀啊，伊个做足久的。局长嘛，对啊，所以伊知影这，伊就爱去做。啊，伊本身本来就是做好位置。迄阵这个 study， 我嘛是感觉足有需要。啊，是安怎到尾啊？迄落中央煞不爱互恁做。啊，伊就是因为一直要甲人讲亲临嘛。啊，这就是无关系的代志，你一定爱做。对。啊，伊就是去做，啊，伊就找伊找，迄阵做伊是，迄是完完全全是彰化县政府因。企业一个疫情调查行为啦，啊，因就对中央冇帮忙啊，对啊，那无啊，啊，伊冇报备啊，吼，啊，啊，伊安怎做你知无？伊阵就是讲，遐个各国转来居家检疫的人，啊，伫中华去予伊确诊的人，甲确诊的接触者，所以那个轻轻的差不多，啊，个医护人员，所以轻轻的都差不多一班的嘛。哎，足好啊！啊，像伊秀团啊，甲江基，迄医生护士拢嘛，伊两个病医家己去抽血去做，伊都是一个要调查一个。这个 sample 足有意思。是啊，对吧？所以我讲，迄个代志。到尾去予中央冻掉去，啊，都拢无去做，所以我嘛无去，所以到今嘛无资料。所以咱即马台湾上欠的，就是讲，伫疫情开始的每半年，
到底咱台湾人的先看是偌济吊鬼，吊鬼啊有抗体，啊抗体偌悬，啊打完疫苗的人的抗体是偌悬，对对对，咱拢无这个资料，啊所以咱。我想无呢，啊！你中央伊即个疫情中心，伊嘛有一个专家特别在开专家会议，嗯、我甲看伊拢叫遐临床的，迄落传染病的医生啦，吼，你、哦、无叫公共卫生的人来对，也就奇怪，因为我常常听到你和陈秀熙，对，即拢恁讲话，是啊，恁讲的吼，伊敢那无啥咧甲你听呢，无，伊拢去问迄落什么小儿科的對李炳寅啦，我就想，哎呀，这个李炳寅，伊到底是有讲话的概念无啊？所以你也看讲，就是讲话的科学的知识无法度入去指挥中心的，所以你有看讲，就无错。第二年已经。第二年，迄个八百几个人死亡的一波，其实是一个迹象，就讲你无用公卫的手段去调查、去防疫，会更加惨嘛。所以你看，咱第三年就是 Omicron 来，但五月七，加进嘛。都不在了动啊，七百几万啦。对啊，故你呢？无通报的，佫算个哇，几千万的呢。所以咱袂使讲，咱唔知嘛。咱伊那咱顶礼拜嘛，安尼开始谈，啊，即嘛佫谈这个代志讲，以台湾公共卫生的能力，这是足简单的问题。但是咱即嘛讲，这若无资料，这嘛唔知，这都会使知啊。你若知，你才知要安怎去防啊。啊，即嘛就讲，大家拢讲黑数。哎，就说简单嘞，你做落就知啊。抗体做落就知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本来就爱知，无你都唔知讲，你这打疫苗到底有效无、欸？真正咱真实来讲，大家嘛常常想讲哦，迄落钓钓无通报的吼，可能比通报的搁较济。大家拢安尼讲啊。无、欸、啊，都有影朋友内底吼，你若甲讲，我钓钓，哎、欸，就讲，我嘛钓过，我嘛钓过，拢也无通报。我那哦群主哦，常常四三四十个、四五十个，啊，那一个去你讲哦，啊，我钓钓啊，我这礼拜未使出门啦。啊，伊就讲啊，我都钓过，啊，这啊，我规家伙啊，拢嘛钓，啊，就伊无通报的人是有够多。真济啊，嘿，啊，所以伫这波内底，咱看咱边闹的几个进步的国家，啊，这就是新加坡加日本，啊，新加坡的感染数不少，对，但是伊死亡非常低，对，啊。日本的感染低、死亡也低，是啦，所以你讲第三年了，你就知影讲，咱，我讲咱是日本人殖民帝国，啊，日本设下这个公共卫生的系统，啊，第一年日本做了无讲真好，但是日本根据这个科学一步，什么做个真好啊？你看人因开放到这落程度啊，咧对不对？啊，你入来就入来，我也不咧惊咧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看无代志啊，对啊，新加坡嘛是啊。然后开放嘛，所以日本呢，这波奥密克戎的死亡率，差不多咱呢，不甲咱的一半，对啊，新加坡不甲咱的十分之一，所以我们讲，这个防疫足奇怪，你第一年前段班呐、啊，第二年中段班呐、啊，第三年才变后段班、哎好，对，啊，这我就讲，这刚才篮球比赛哦。上半场过了未歹，哇！下半场煞输个头头，即摆咱就落后去啊。是，伫全世界要比起来，咱是来上班开放。中国免讲啦，因为中国迄独裁国家根本就是恶白母嘛，又无咧讲科学，伊都听习近平一个人的话尔。但是你台湾啊，伫民主国家来看起来，咱上班开放。啊，但是要个上严掉。你即摆确诊要上严掉。对啊。死亡率也无比人家低。对。啊，安尼就无采你讲啊，防疫要讲成功，实在即句话煞讲袂出来。嗯，对，真无采。即个阵吼，我感觉讲吼，拍了安尼有一点啊呢，头前有板有眼啦，后壁煞安尼七零八落吼，感觉起来。好，咱过来进一段音乐，最后过来请教詹教授哈。突然害怕街道吹来的风，突然脸上筑起城墙封锁，突然急着松开曾握紧的手，好像你微笑表情，突然世界错乱温柔秩序，突然下一步只剩你一个人，我要在这里呼唤你
姓名，牵手一同前行。别害怕，别害怕，笑着哭泣，深呼吸，深呼吸，我陪着你。别输给愤怒恐惧，相信就会有奇迹。别害怕，别害怕，心在一起，我和你有约定，永不放弃。用生命拥抱你，勇敢凝望的眼睛，相信就会有奇迹。前方的路宛然不清，我和你发出同一个信息，无论多远距离，同一个真心，呼吸着同一个气息。不管世界失去温柔秩序，你的下一步不会是一个人，我要在这里握着你的手，牵手一同前行。深呼吸，深呼吸，我陪着你。别输给愤怒恐惧，相信就会有奇迹。别害怕，别害怕，心在一起，我和你有约定，永不放弃。用生命拥抱你，勇敢凝望的眼睛，相信就会。欢迎各位回来听医生讲看麦，我是陈英雄医师哈。啊，咱今日是采访这个台大工卫学院哈詹长全教授哈，伊也做过院长啊，是咱台湾真重要公共卫生的一个专家了哈。啊，咱即即拢在讲这个防疫哈，咱就是讲徛伫科学的精神、公共卫生的立场，真专业来分析。啊，来看讲这个疫情的发展哈，头前第一段进入第二段，啊，即马到第三段哈，到底有个啥物会当补救？还是讲事实上，咱即马个面临讲不得不开放，因为你全世界拢开放啊呢，啊，你台湾是上班呢，啊，你对人袂着，结果你嘛影响着经济，吼，即个。啊，不管旅行社啦，什么饭店啦，吼啊，做小生意的人啦，啊，这实在打击拢足大嘛。啊，所以政府我甲看，今嘛嘛是想讲要开放，啊，毋过一日个四五万、三四万呐，啊，开放落去到底会有啥物结果？啊，到底有啥物配套？像讲伊今嘛讲零加七，啊，到底这个七是变哪创？吼，啊，到底第二代都疫苗？针对 Omicron 的，咱现在到底是有要做没要做？我听起来吼，咱这社会已经很多人说吼，买个注射了，因为注三剂啊、四剂啊啦，有人讲注四剂啊啦，你搁叫我做，还是要做个当时啦？吼，啊，你像高端注三剂，即马讲叫人定做，哦，迄我看足侪人都起膜拜啊嘞，对不对？啊，我规工做啊，有效无啊，唔知，啊，这安尼是要怎处理？是这个甲疫情的第三年开始，这叫做新冠疫情的疲乏症啦，吼，大概要去做啥，大概拢懒懒啊，这全世界共同的问题。那这个时阵就爱个需要科学嘛，吼，所以咱即马讲起来讲，无可能用边境管制，
无可能用迄款叫做封城的方式，无开放啊！哎，这是与病毒共存，一定爱行，但是还有配套。嗯，啊，我去看世界各国与病毒共存的迄款做法内底，第一个还有目标。嗯，所以与病毒共存就是讲你无可能清零。嗯，但是你爱接受一个较低的感染，甲较低死亡，合理的数目。对，你袂使讲安尼。所以我看过世界各国的资料了，我会感觉啦，吼、哦嗯，一天吼、哦，伫台湾卖超过一千个感染，哦、啊，那安尼足好哇，吼、哦，系啊，啊，一天卖超过三个甲五个死亡安尼啦。我那安尼，咱绝对会当接受嘛。是，就讲哎，你流感、嗯。当年冒遐个人，差不多，吼、嗯，肺炎死的、流感死的，马上有嘛。是，只要你新冠没有比那个严重，对，大家都可以接受。是，所以我讲要有目标，啊，这个目标设了才讲要安那去达成。嗯，啊，伫与病毒共存的时代，上重要的工具，嗯，就是疫苗。疫苗，嘿，你就是只有打疫苗啊，嗯，对了，因为你就要共存了嘛。咱当年流感嘛，吼，啊，大家打流感疫苗，啊，就无代志嘛。啊好，啊，别安怎拍呢？嗯，就讲咱啊是要减少死亡，嗯，啊，囡仔甲老人，啊，优先，啊，优先，啊，拍到什么程度？几乎是百分之百。所以老人、囡仔，尽量。上好是百分之百，上好叫做百分之百，因为就是讲新的变种拢有突破性，哦、所以即使达到百分之百嘛，有人会嘿，卖个公卖公公，你给他拍拍百分之七十，一旦个死亡率大大降低，对，所以这政府爱重新发动，重新发动疫苗接种的黑的计划，像甚至就要去处理个组了。对，新加坡都安尼做啊，所以新加坡做个做个，讲等你主动来啊啦。没有，所以新加坡有做个90%啊。对，囡仔无问题嘛？你看咱迄落，咱迄落卫生所的护士以前，迄细汉囡仔疫苗吼，打嘛做个够，好对不？啊，你即马讲老人，其实老人大家拢有明错啦。嗯。长照系统啦，大家嘛知影老人伫对，吼、哦，所以这个目标啊，做法上是安尼嘛，吼、嗯、啊，要用什么疫苗？嗯，即马就是爱做足大的决策。所以当初讲有 BA.1 甲 BA.5 的时候，我就建议讲爱单 BA.5 ，OK， AAA 双价疫苗，是，因为迄即马伫流行，对，所以你佫做古早的都无效啊。所以下面款时阵伫流行啥？上短时间，甲做完，嗯，来做完。这段这个做法是要与病毒共存来有诶，嗯，啊，别安那说服民众咧，未使阁讲加强针啊啦，嗯，对啊。咱来做一个流感化的准备，就讲、这是最后一针啦、今年度最后一针，卖阁讲啊，那有新的来，卡阁下阁讲，对，敢那流感当年化嘛，哎、所以理论上今年爱做。最后一针的打算，大家都要打过，所以过去五月前打过，不管你打几针，都没用，都要当作无效，因为这是新病毒。对对对，所以就是要跟民众说，咱现在哪有BA.5买一次，现在11月到明年的1、2月，咱就好好打一剂，还打到满，这大概就是说，咱现在要可以降价，我都我讲的感染数，大家感染数卖超过一千，大家的死亡数卖超过三个呀五个，吼，那呢，咱一定要做个这。第二个就是讲，伫疫情第一年就已经讲清楚，这个病毒是呼吸传染。嗯，但是咱这个社会也是因为这个过去指挥中心一直在强调。洗手啥啥，感觉讲这是接触传染。呼吸传染的世界各国，若要继续戴口罩，就是要戴 N95。特别是伫迄个拥挤、通风歹的室内，人侪，所以咱未使跟他讲戴口罩而已，爱戴 N95口罩。所以伫交通工具上，对，正确。好，伫迄个你无法度保持社交距离。安尼你得用，你啊戴 N95，你得用好几个感染数降低嘛，因为你就是做排防啊嘛，所以这是第二爱做。
第三爱做的用世界各国即马拢开始伫做的，就是讲所有公共场所、学校、聚会场所，即、這个通风拢爱改。这就为着下一波你要去准备。OK， 这通风爱改革讲。感染会愈来愈少，所以咱过去的冷气的做法啦，等等，因为即个疫情拢啊开始落去了，啊新的产业就伫安尼开始，就是讲咱过去拢感觉冷气安尼装，通风安尼做，即摆可能拢爱改，啊无你无改，后一遍来阁同款啊，啊所以遮个代志拢是要甲与病毒共存来配套，好，频繁的检测是必要的。就讲要聚会进前，要去学校上课，要去上班，你就是测嘛。你那阳性，你就卖去。所以这款每天测、不然就是一个礼拜测两次、不然就讲有重要的朋友聚会前后你都测。这款代志就用减少嘛，因为你就会感觉讲啊，我已经掉啊，我爱安尼爱通知我的朋友啥，所以这种。频繁的检测是与病毒共存，不必须要。好，想客观呢，是我其实伫台北市已经甲因帮忙做个一个十二月要一结束，就是讲废水检测。想客观，水，所以咱伫废水内底呢，有测到用核酸去测，啊，即马做一个国家拢有法度，但废水内底去测到这个有变异的病毒无？啊，这全台湾拢爱来测，啊，就是环境检测啊，环境检测。那甲大家讲的台北市甲今仔日为止，十二区每一区的废水测出来拢阳性，拢有嘛？哦，所以你就知影讲，哎呀，这社区都摊个足方便啦，哎，而且其他管区拢无做哦，无啊。我冇得想啊！安尼是真危险，就讲咱拢唔知影情形嘛。这个废水检测差不多十到十四天诶。预先指标，对个，啊，这嘛相信啊嘛，嘛无足贵啦，啊，就运动就是爱做啦，这就是科学防疫的做法，所以咱空中的听众吼，今日这张教授是足宝贵，嘛是足专业的意见吼，啊，我嘛足希望讲吼，这防疫中心有听到啦，啊，这谢瑞元部长吼，我希望你有听到。啊不哦，我感觉讲这个指挥中心哈，这陈世忠走去选举了哈，啊叫王必胜哈，啊都敢那叫陈世忠的古博，我甲看拢还袂新的配套措施拢还袂出来，啊这已经无法度应付解封了的新的这个局面啦哈，等于即马要拍第三场啊啦，上半场赢，下半场输啊啦，好，第三场是袂使阁输哦，啊咱已经上万。解封的，啊！你若讲上万解封，啊，到时阁足严重，会互笑咧。那别人解封了无代志，你解封了阁出代志，啊，这就真麻烦啦。所以张教授拄只讲的吼，即几点我感觉新的疫苗对老人囡仔特地，若要挂口罩 N95 是优先哦。啊，过来你讲的，即、這个水的检测也好，啊，要聚会吼，即、种的是之前吼。啊，这其实即马工具拢有啊嘛，对不对？即拢爱在加强啦，吼。然后政府就是免费提供啦，对啦。我感觉这就是啊，无你防疫的经费到底要用去对人定在咧质疑吼。所以我是感觉讲，今日听张教授这个一席话吼，我是感觉讲，公共卫生的专家意见吼，应该受到重视啦。因为台湾一百年来对日本时代较近，公共卫生的进步。公共卫生的水准是已经世界级的。咱培养这么多优秀的公共卫生的人才，今仔针对公共政策，会当提出较好的见解，阁是有科学根据的专业的见解。我希望讲做决策的人，吼，在做防疫的指挥官的人，吼，都要虚心的采纳这些宝贵的意见啦，吼。啊，咱今日伫公众的朋友，咱嘛真足幸福，会当听到啊张教授这么一席话。我相信这是学术会议内底吼，拢会当经得起检验的一挂啊真中肯的建议吼。啊，二万讲哦，咱这个防疫吼啊，搁要进入新阶段时吼，今日这个采访吼，
会当予咱规个民间也是政府拢得到真好的这个反省的机会啦哈。诶，张教授真多谢呢，你安尼连续两礼拜哈，来甲咱公家宝贵的分享哈。啊，你即马呢，当时靠当退休，哎个你哎个做个当时。一旦做个，阮大大像阮会用做个六十七啦，我六十七，一般是做啊六十五嘛，哦，安尼过四五年咧，再过看，即个安尼过会当贡献真多咧，哈，感谢你对台湾的即个拍拼含贡献，哈，多谢，多谢。最暗是伊无眠的打拼，为着守护咱的生命，不惊大粒细粒寒。爬起的头鬃是阮最后的勇敢，穿着衫甲目屎湿好呾，阮要继续来承担，不捌休喘，袂晓怨叹。风雨了后，有的是出境的天。亲爱的台湾人，不通再受惊吓，我会为你站在这，请你甲我笑咪咪。亲爱的台湾人，做伙向前行，有我你。有危险，有你我嘛袂孤单。洗手一百遍，是阮每日的工课。就算双手洗甲拢破皮，后悔话无听过。面上送的花，写着加油的写批，有人甲阮赞声甲鼓励，烦恼变作无啥花。毋捌休喘，袂晓怨叹，风雨了后，有的是出境的天。甘苦搁酸。